1997年创作的剧目，迄今为止在全世界的巡演超过2000场。长长的白色剪影在黑暗中延伸，身披星辰寻找明月。如遇特殊情况，请协助安全检查，不要拥挤，不要在场内逗留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来到漏月中西金朝八弄光影艺术季，奔月多国舞蹈光影演出。本场演出将于晚间7点准时开始，请您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入场。为契合2024上海旅游节、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，金朝八弄连续第3年举行海派中秋灯会系列活动，在2024中法文化年之际，以漏月中西为题，以天涯共月为引，百年弄堂化作中西，来展现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之乐趣。艾贝尔之梦是由尼古拉·马丁和让·巴里斯特·迪佩雷于1997年创作的剧目，迄今为止在全世界的巡演超过2000场。长长的白色剪影在黑暗中延伸，身披星辰寻找明月，恍若在等待不知名的约会。写法是唯美浪漫奔月之梦，共享中法建交60周年之意。在此温馨提示，为了营造安全舒适的观演环境，使您及他人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享受，请遵守以下规定。该演出为户外演出，观演区域不设立座位。没见过，这个人还驼背嘞。看着啊，看就看，不要去了。看着你害怕。
结束。演出结束后，请依次退场，不要拥挤，不要在场内逗留。